看一下啊，今天的这个预约名单，前世界级偶像团体成员，哎呦，哇，我们节目这么有钱啊，我们竟然邀请到 Perfume 啊！哎，我们今天的这个名字阿玛利亚，因为大家都是那个离乡背景来打拼啊，阿布也是，所以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样。但他们就是没有很喜欢木瑶，所以你自己讲要小心一点。问一下大家，因为大家都离乡背景的嘛，对，一定也有这个离家人很远，对，没办法陪伴。就是、对我可以分享吗？可以啊，我们就是要蹭你的流量。没有，那时候刚来的时候。